양리는 참만 我有梦见同阿晶阿俊翻返去个舞蹈，听翻同一首歌，阿晶最中意嘅歌。 请问是佟大雄先生吗？是。可以说国语吗？可以。我明白了，谢谢。 冇嘢啊嘛，阿静走咗。吓？点解咁突然噶？有急病啊？我留低陪你。我冇事，你快瞓。 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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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阿美做咩？翻嚟啦！唔開心啊，吓？誒，等我整。阿美唔該。食鵪鶉啊，定係同你爹哋一齊食粥啊？誒，鵪鶉得啦，我出去涼先食。阿天冇筋啊！喂，媽咪啊，我個樣好似病病地啊！ 你一陣間同佢講咧，禮拜日唔准放假，放禮拜二啊。哦，點解？你個Auntie May啊，星期日啊，見到佢啊，同個麻甩佬去咗重慶大廈。Well， 喂，印巴隻同鄉喎，有須噶喎。嗱，首先，印巴個人係印度，Party咧係印尼人，一樣嘅啫。我一係講緊男人。 我咧，琴日專登點佢街市幫我買嘢，然之後我走咗去房嗰度咧，就抄佢啲嘢，真係好嬲嘢啊！我抄得成袋避孕袋啊！你爬啲間房度抄佢啲嘢啊！
佢想話下次佢星期日同男人去開房搞嘢嘛。係啊，搞同埋搞埋咧，惹到啲病啊，咁啊真係大家嚟事啦，真係。媽咪啊，嗱，我教多你一樣嘢好冇？我唔聽。只要係人類咧，都係有性慾嘅，好似你。冇，喺我呢間屋咧，係唔可以有性慾嘅。喂，我請佢嗰時候，我都冇諗住佢有性慾噶啦，遲到啦，食啦。嗯，我叫你爸食嘢啊！佢快啲去車我。紅哥啊，立賢啊，我哋咪話本來聖誕節過倫敦嘅。哦，係啊，我要夾一夾個時間。不如唔好去啦。點解啊？唔係，本來過去探個朋友嘅，佢啱啱走咗。仲谂住过去睇佢几间大学啲 campus 添。其实你知唔知你妈咪唔想你离开屋企噶？近排我个宿舍个 application 批咗，所以其实我呢个月应该搬走嘅。啱啱唔使妈咪成日有冇房乱抄我啲嘢。佢帮你执房咋嘛？咁你知唔知妈咪入去爬梯房抄嗰啲嘢？咁佢有潔癖啊嘛，你咪就話佢咯。佢呢啲叫道德潔癖。啊！我仲話佢歧視同埋剝削啊！早晨，東叔。早晨，阿趙。早晨，早晨，老細。唔好意思啊，今朝遲咗少少。啊，東叔啊，安兒有個外甥晏啲會嚟配眼鏡，你同我打個字俾佢啊。好。唔該你。喂，二舅公啊，系我冇听错啊，老细迟咗几分钟啫，又同我哋道晒歉咁嘅。我哋个老板啊，由细到大啊，顺德个顺德人噶，而家搵唔翻噶啦。温姑娘，哦，温姑娘冇做咯喎。咁池医生喺度嘛？妖，好去唔去？去唔系啲叙利亚咁乸牙烟嘅地方，有乜好影啫？唔炸乸死先奇。咁佢系战地摄影师啊嘛，唔通去埋啲歌舞升平嘅地方咩？咁系啊嘛，香港人就系咁得意噶咯。無論你去到世界各地邊度都好咧，到最後一定要翻翻嚟香港撒個灰先過癮嘅。係，池醫生啊，冇咩事，我先走先啦喎。哦，好啊，聽日見。嗯，拜拜，童生。哦，拜拜。哼，呢個得啦，有睇頭，即係下次雲來肯定啦。你睇住啊，跟住俾人 me too 你啊！黐線，我雖然係風流，但絕對不下流。同我好過108好漢啊！個個都係好嚟好去，放心啊你。頂你唔順啊！走啦。係啦。陳，叮叮，陳，翻嚟啦。係啊。同咗阿俊去邊度食飯啊？
入咗元朗幫襯刀哥咯。哇！山長水遠去咗元朗啊！你繼續啦，唔使理我。龍哥啊，有件事咧，我想同你商量一下。優惠工人咧，我唔係幾中意，可唔可以換嗰個？你話事咯。係噶咯喎，咁我聽日翻去問下嗰啲票友邊間 agent 好啊？上嗰間 agent 係真係唔妥當。好啊。阿靜啲相喎。係。好啦，我同杯兒出去行下。煲爷咧，煲爷咧，吓！医生同佢急救紧，点解佢会晕咗噶？你唔系睇住佢嘅咩？你叫有少少攰，你带佢翻屋企啊嘛！得啦，我本来绑埋咗佢喺一边嘅，吓！咁我翻转头揾佢嗰阵，佢已经冇咗知觉。系啊，你就咁绑咗喺条街度啊？喂啊，大佬啊，你去做嘅话，你唔好带佢出去啊嘛！我咁啱撞到朋友。我帶你家姐。喂，冇啊！佢依家大肚，你咁夜叫醒我做咩啫？我 WhatsApp 佢叫醒。嚇！你真係好唔聽話。有句。咩事啊？快啲过嚟啊！只狗做咩啊？你伤得好犀利啊！哇！你好核突啊！你仲搞佢？佢应该俾其他狗或者动物咬到，仲有冇得救啊？不如我哋埋咗佢啊！我哋搵啲树叶翻嚟啊！要树叶嚟做咩啊？我睇过一本书，话有啲动物就好似大笨象咁，知道自己嘅同类死咗，就会用啲树叶捆上去，送佢上路。喂，希望你下一世搵到个好嘅主人。点解你会知道佢叫波儿嘅？唔知噶，突然间谂起 David 波儿咋？你唔系好中意佢嘅咩？我陣間唔同你翻學睇放榜啦。
點解啊？唔講咗嘅咩？上個禮拜姨媽介紹咗阿茶樓度做，都翻咗三日啦。哇！你而家夜晚已經要去大笪地幫你熱叔手嘅喎，晚晚搞到點幾兩點先收檔，你咁夠瞓㗎？你真係就算升到大學都唔繼續讀啊？阿妹啱先升中，係都俾佢讀啦。差官嗰度有冇消息啊？捉唔捉到曬你爹哋嗰個賊？佢哋話佢可能翻咗大陸喎。喂，咁貴咗起信波，你去唔去先？去啦！喂，今年係聖心同撲康喎，好多女喎。咁大緊校啊？五年係嘛？咁等唔等同阿正啊？我哋華英三期咪得翻兩劍，咪點搞啊？但系唔會嘅，我哋三個永遠都係老死嚟噶嘛。係啊，老到死，老土到死啊！阿碧啊，車你翻屋企先好嘛？我今晚去你哋度瞓得唔得啊？點解啊？Jeffrey 聽朝要上 call， 我費事嘈住佢。咁你啲兒孫呢？帶咗啦。Sorry， 我廣東話唔好，識啲唔識講。究竟發生咩事啊？海關點講？我真的沒有想到香港這麼落後哦。我那時候正要過海關，我帶著阿正的骨灰，我還沒有過去，機場的 security 就跑過來問我說這是什麼。我告訴他，這是我老公的骨灰啊。他們立刻告訴我，我不可以帶他進入香港。你講什麼人嗎？我老公啊。我们在英国结的婚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后来海关人员跟我说，他们坚持要扣留阿正的骨灰，我当然跟他们吵起来啊。我已经失去过阿正一次了，我不可能失去他第二次。后来有个海关人员过来找我，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去，然后把我的行李全部翻过一遍。我把我的结婚证书给他们看，他们居然说他们不承认 same sex marriage。我看他们说阿正是香港人，他们居然要我 proof 阿正的身份证明。阿正的所有东西都在英国，我怎么可能会想过他的骨灰不能进入香港啊？喂，但系阿正香港冇晒亲人噶啦，佢哋要啲咩文件啊？仲？你放心啦，我哋睇下香港啲律师朋友帮唔帮到手。喂，你女婿咪就系大作嚟噶咯，咩朋友啫？嗯，即系世事冇绝对啊，估唔到阿正咧机，嗰阵咧等我仲好惊啊，啲女俾佢沟晒，剩翻啲猪扒俾我。咁多嘢啦，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秘密噶。咁佢有冇搞过你啊？黐啊！等等我好啦。一起吃饭啦！没有啊，你累了，先休息吧。嗯，咁听日嚟揾你。嗯，好。听朝九点。OK。听日见。See you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啊，拜拜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打俾我女婿先。哦，好啊，玩啦。异国情缘惊梦散。空余一点情泪，十
庭上啊。爹哋啊，唔需要太擔心嘅。我啱啱同嗰個議員朋友聯絡咗噶啦，佢話咧係時間問題嘅啫，一定拎得翻嘅。點解要驚動議員朋友？因為咧，而家呢個議題香港有好多唔理性嘅聲音，你朋友呢個 case 好適合，可以幫到下手。我哋係咪有必要將件事要搞到咁大啊？嗱，一係咁。我聽日同你朋友見咗面先，然後先再決定下一步點行，好冇？你最近同阿 baby 有啲拗撬啊？佢而家有咗 BB， 情緒係冇咁穩定噶啦。都係嘅，加埋 Boy 件事咧，佢兩姐弟好錫 Boy。Boy 做咩？Hello， 出邊？王姐同埋傑玲姐嘅曲《鳳閣恩仇未了》，係咪聽？咁得閒嘅？係啊，我今日接機嚟嘅，個朋友唔使我陪佢食飯，咁咪得閒咯。喺半世紀之前已經喺廣州享負盛名，有小紅線女之稱。不如咧？誒係喎，睇下到邊先。有請花艷紅先生。點啊？今日有啲咩心水啊？一定比人跳舞啦！哦，咁贏多啲啦，今晚嚇。你坐住喺度先，我換衫。紅仔，大令哥，偷雞咗去邊度啊？你頭先啊，冇咗 check 你啊，好彩我話你去廁所啫。我帶咗兩個同學仔嚟飲茶。轉頭咧，盛多龍叉燒包過嚟訂，冇問題啦。Hello， 你哋就係紅仔啲同學啊嘛？唔該。中意食啲乜嘢咧？隨便出聲嚇，我攞俾你哋。咁爽啊！咁啊，整條蝦腸，加多個雞包仔。你咧？你叫咩名？我叫阿俊，我叫俊啦，青頭俊啊嘛，飲唔飲可樂啊？攞兩支俾你哋嚇。阿力哥，加啲水啊！嚟啦嚟啦嚟啦，嘿，吹吹吹咁嘅水啫嘛。喂，啱啱嗰阿叔咧，邊個嚟噶？好過劑喎！佢以前喺廣州做大戲，專做花旦，好威㗎。做花旦啊？唔怪之啦，啱啱上咗身咁啊。佢有個藝名叫花艷紅。等熟下咧，就叫佢做大令哥。大令哥，佢又唔介意。我睇咩事先？妻
犀利啲，犀利啲，唔該曬你啊，紅仔。冇嘢嘛，大雄。阿令哥，呢個我同學阿靜。頭先介紹咗啦，你嘅同學好靚仔。到底頭先發生咩事？頭先嘉玲哥入錯咗類似，就俾個客打。唔係啊，都話唔係咯。南超個刺格壞咗兩日都冇人整，我今朝已經唔係點敢飲水噶啦，點知都係忍唔住。咁我見女廁冇人，咪冚冚車入去屙咯。點知未屙完個女人就衝咗入嚟。咁你可以用尿兜噶？我點可以企喺度屙尿噶？我知你兩個諗緊啲乜嘢？你哋仲後生，點講你哋都唔明。其實我係女人嚟噶。我本是女驕傲啊，恨天生俗男兒漢啊，頭先個老拳蛋，你識啊？老拳蛋，我打令哥識。我未有大光明之前咧，我做過茶樓樓面嘅，佢係我半個師傅咁滯。打令哥啊，藝名嚟噶？花名嚟噶，佢人幾好嘅。阿正同阿俊都識佢。係咩？菲兒又翻咗我哋屋企。Gonorrhea 淋病啊！點會惹到㗎？咩點會啫？你個女婿咯，去滾啊！立言，坐低。幾時嘅事？上個月，佢話同同事去菲律賓打 golf。點會咁㗎？你結咗婚都唔夠三年，條撲街唔係第一次噶啦，家姐冇講咩兩個字啫嘛。收聲啦你，唔清楚未啊？其實而家得一樣嘢唔清楚噶咋，就係媽咪，你唔係好清楚你個乖女婿係咩人啊？立言，做乜真我講錯咩？當初就係因為媽咪中意人哋啊嘛，但係中意啲咩啊？中意佢讀 law， 揾到好多錢。你家姐點會嫁俾佢啊？同 Jeffrey 結婚係我自己揀噶。到底兩樣冇話，對 B B 有冇影響？好彩發現得早，應該對 B B 冇影響。但係其實個 B， 我諗緊要唔要？嚇？你正話先至話冇事嘅喎。其實同 Jeffrey 結咗婚冇耐，我已經發現佢成日出去揾女人。我拆穿佢啦。喊住咁样同我讲话，佢以后都唔会。之后系有好啲噶，但系到最近我又发现咗啲蛛丝马迹。我谂住，不如生 B B 啦，但系点知冇用。千祈唔好落仔啊！
樂仔好傷心嘅，知唔知啊？但係我唔肯定可唔可以自己一個湊大個 B 啊？你想離婚啊？咁樣都唔嚟啊？收聲啦！你係咪想離婚啊？我唔准你哋離婚噶，媽咪啊！我係同你講啊！你仲有冇再迂腐啲咧？嗱，我同你講，家姐得兩個選擇嘅啫。第一，樂仔離婚；第二，生咗個仔落嚟。你黐線噶！你做咩係都要你家姐離婚啫？係咪啲嘢爛咗就可以抌咗佢啊？成個社會搞到立倫亂啊，就係你啲後生仔搞噶。我哋啲後生仔？係啊！你知唔知其實你呢度係有病噶？我呢度有咩病啊？個工人搞嘢啫，你要炒咗人哋。你講到工人，我係想講你唔係好驚性病嘅咩？係啊。而家就係你個靚女婿啊，傳咗啲性命俾家姐啦。點同啫？佢係我女啊嘛。有咩唔同啊？工人同大狀一定唔同噶。大狀係大撚曬先。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呢個社會咁不公不義，唔係因為啲後生仔，係因為有你呢啲唯唯唯嘅權貴喺左搖右轉。你鬧我？夠啦！真係夠啦！够啦，不知所谓。唔可以离婚噶，女人离咗婚就乜都冇噶啦，点做人啊？搏完嘢你唔攰嘅咩？你我女人同男人嘅身體結構唔同嘅咯。哇！咩嚟噶？個客個紋身主題啊！佢好後生嘅咋，已經有一個讀緊小學嘅仔。第一任老公咧家暴咗佢四年，第二任老公對佢好好，不過咧。抑鬱症自殺死咗，所以佢好傷心啊！決定紋呢一幅圖嚟紀念佢第二任老公。嗯。做乜嘢啊？你沖完涼都翻屋企啦，唔阻住我做嘢啊！我而家無家可歸噶啦，你係咪咁忍心要我流落街頭啊？一夜夫妻都$200啦，係嘛？哇！我今晚一定要趕起呢一幅圖啊！唔該你唔好嘈生曬啊！其实点解你咁中意纹身嘅咧？中意咪中意咯，个身体我嘅，我想将佢当成一幅画布，喺上边画上唔同嘅图像。每个阶段咧，每个图像都代表住我。咁你而家同我一齐呢个阶段度纹咩相啊？你咪去边啊？喂，我哋好似识咗唔够一年啫喎。喂，我哋搞咗咁多次，我哋都唔系男女朋友。Come on， 做咩你？答我一样嘢，有冇试搵纹身床上面做爱？好多次。唔好话俾我听，我哋而家嚟一次。阿珍走了之后。睡不好，失眠，或者睡不到两三个小时就醒来了。你们一直都很少联络吗？好少，咁多年都是天各一方。你哋点识噶？五年前，在缅甸。缅甸？对啊。我记得那一年刚好是翁山书记放出来第一次当选议会议员，我刚好在构想我第一本小说，背景是缅甸，所以我就到软工做些 research。阿珍也去那里采访，我们住同一家酒店。你是作家？我15岁的时候就在新加坡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，后来我到台湾念书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遇到了阿珍。
跟他回了英国。两年之后，英国同性婚姻合法，我们就结婚了。阿靖，佢好幸运。我觉得是我很幸运才对吧。你知道阿正常常跟我说你们年轻的事情，是吗？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很喜欢你。他还说他觉得你也很喜欢他。我跟他没事的。他说你在逃避他。所以你是因为害怕所以不敢出柜吗？我知道三十年前的世界跟现在一定很不一样，但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选择结婚吗？不是这样啊。你本书写成怎样？我离开英国之前已经给了出版社，如果顺利的话年底就可以出版，只是阿正看不到。Sorry， 我女婿 Jeffrey。 Hey Daddy。 Hi。 坐。 Sorry Daddy， 我们见不到你。阿邦 Jeffrey。 Nice to meet you。 Hi， nice to meet you。關於你嗰個故仔咧，咁我琴晚就同個議員朋友通過電話，佢係全亞洲第一個公開承認自己係同志嘅議員嚟嘅，而佢最近咧就草擬緊一份同性伴侶骨灰安排嘅法案，對你呢個故仔非常之有興趣。我覺得這樣很好，如果有可以更多人響應的話，我當然是最好的。對，好，太好啦。嗱咁樣樣，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咧，我希望你將成件事詳細話説俾我聽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去下洗手間。Sure。 Daddy， 碧儀佢有冇講啲咩啊？佢話想離婚。我仲好愛碧儀。你有冇幫我？你同我講冇用嘅，你俾翻啲信心佢好冇？挺挺得順啦，腳仔軟未啊？仲有幾多層啫，大哥？喂，慢慢行啦，我啊日日都行三四環嘅，唉，有啲嘢係唔急得噶。唉，隨便坐啦。我真係諗極都唔明嘅。當年啊，我去四川拜完佛翻嚟，點解唔見咗你嘅咧？嚇，就係嗰排啫嘛。我二叔中咗六合彩。搞了間眼鏡鋪，咁開始幫佢手啦。咁幫幫下，我都冇翻茶樓啦。唔好意思嘅，走門你好好講聲。傻啦，隔咁耐我都撞得翻，咪即係證明我哋塵緣未了咯。咁你咧，幾時開始冇做德運嘅？都十幾年啦，老啦，手腳慢，不過唔緊要噶，有手有腳。我唔死嘅，而家仲有人記得我識唱大戲，就多啲時間過下氣癮啦。啊，原來嗰晚嗰個係你老婆嚟嘅，又唱得幾好喎。係啊，佢叫安兒，票友嚟啫嘛，你得閒指點下佢啊。有冇小朋友啫？
一個仔，一個女，有事業有家庭，安樂曬啦。唔知咧？唉，命嘅嘢唔係話你想點就點嘅。人生匆匆幾十年，唰聲又過去咯。大雄啊！呢個觀音係上次拜佛嘅時候師傅送俾我，開咗光，我專登攞嚟送俾你，點知你唔鬼見咗人？觀音本身就無色無相，有時係男，有時係女。呢個係女嚟嘅，啱你。多謝曬。点啊妈，胃口好嘛？好翻啲啦，今日咁得闲嘅。挂住你啊，咪嚟睇下你咯。可惜阿妈睇唔到你。立言系咪去英国读书啊？个衰仔一时一样嘅。英国系咪好贵噶？得噶啦。Mm-hmm.
你知道吗？我们还说，等他从叙利亚回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去领养一个小孩，然后带他到处去玩。 名字都想好了，怎么想到回来的时候是小王子，然后他们还说，还有一个人说，给老五的骨灰他都没有见过。 要我马上打开给他看一看？为什么一定要出动律师，要出动疫苗，要出动记者，我们才能找回一点点尊严？没事，我请人坚强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好累。 那是什么？
先生有咩幫襯啊？係，我想驗眼。你望住最光嗰點，望到啲乜嘢？我看到一条路，一条没有人、没有尽头的路。你呢？你从我眼睛里面看到什么？到底在逃避什么？算了，董先生，唔该晒。咪住，呢度就系我同阿俊、阿正三个中学时候成日嚟玩嘅地方。点样？攞用啊？佢哋攞，我冇。很青春啊！阿正系我第一个中意嘅男人。甚至是我一生之中最爱的男人。他也爱你，我知道。但是我不明白，既然相爱，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？你每天都穿这样，差不多了。你打算这样子过一辈子？人生都差不多玩完了。请问你几岁？啊？五六十岁出柜到七八十岁还在每天约炮老哥，我见过不少啊。gay 啊 ，OK， 你不是 gay， 那我问你，你爱你老婆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每天都在伤害你老婆跟小孩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很自私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根本就不是个悲剧英雄，你只不过是个受虐狂而已，你把自己当成受害者。我是一个女人。你讲什么？我外面不是，我里面是。Thank you.
你是陈石秀。 我细个嗰阵，已经发觉自己同其他男仔唔同，起初我都以为自己系基，直至到有一次，就系呢一刻。 好讨厌自己嘅身体，我冇办法摆脱佢，每日仲要对住佢掂到佢，好讨厌，唔知点同人哋讲好，讲咗人哋又唔会明。阿正他会明白的，他是一个对生命充满 passion 嘅人，他会接受你，他是爱你的。 一切都太迟啦！没有什么事情是太迟的，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改变。个天根本注定咗我系个男人。大学放榜前一日，我爸爸喺街度遇到抢劫，俾个贼吉死咗。我妈妈好大打击。当其时我妹又细。 我就系全屋企唯一一个男丁，我要出嚟做嘢，根本冇时间俾我谂其他嘢。老婆都系妈拣，直至对仔女出世，我忽然间有一种好感恩嘅感觉，所以我更加肯定，一切都系天意。根本就不是，你这招都是机器人。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想不到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穿女生的内衣呢？好多嘢你得唔到，你就会设法子揾嘢安慰自己。好似我入厕所咁啊，我一定要入去厕格坐喺度，到有自己铺头、自己办公室，我开始偷偷换两底裤。
有時仲會著埋女人內衣添。到翻屋企之前，至再換翻。唔講啦。你可以做手术啊，反正你小孩都长大了。51岁啦，仲教啲咁嘅嘢咩 ？Why not？ 如果你可以活到80岁，你还有整整30年的生命哎。我是认真的。每一个人的命都属于他自己。阿 T 帮你攞套西装去洗，洗衫铺嘅石头婆喺你个褛袋度揾到嘅，买礼物俾阿妈嘛，女人底裤嚟嘅。我探过 Darling 哥，唱大戏嗰个 Darling 哥咧。我見佢咁淒涼，買件衫俾佢咯。點不知佢係葉復辟嘅，氹下佢老人家開心，買扎咁嘅嘢俾佢，俾錢佢就幾鬼尷尬。真噶？我知你實乜，我冇啊。我咩？你知噶？結婚咁耐，我有冇行差踏錯啊？我情願你有咯。唔好亂噏嘢啦。你冇睇新聞咩？咩啊？你個阿靜中意男人噶。我啱啱知。你呢？你唔中意女人噶系嘛？上两日咧，伊玲嘅老公同佢讲，话佢喺外边养咗个男人几年。边个伊玲啊？我哋剧团唱老生嗰个。我系佢老公，我都揾男人。放心，我唔系机嘅，我冇问题。你冇问题，咁我哋咁多年嘅关系，即系我有问题啊？傻啦！我哋两个都冇问题。我应承你，我会照顾得你同对仔女好好。
老公，你回家了，我们也真的要分开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的一切。你没有什么要跟阿珍说的吗？正啊，又系我哋三杰朋邀我，对唔住，嚟，大家宽容啲，为阿正饮杯。一齊為阿靜乾杯 ，Cheers！ 謝謝你們，唔好客氣啦。而家唔怕同你講啦，其實咧，當初第一次聽見你話阿靜係你老公啊，真係嚇亂咗我條。不過靜條友係隔劍啫嘛，呢啲嘢使乜收收埋埋嘅啫嚇。对啊，我觉得虽然你们是好朋友，但是好像都不够坦白哦。因为唔够坦白，我哋我沟过几多条女，沟边条女，同佢点上床，我咩都爆响口同佢哋讲噶。呢个大雄啊，成世人啊，担屎都唔偷食，还有咩唔同我哋讲啊？成日去乱噏嘢。Oh shit！ 你唔系同阿正？黐线！大雄，讲吧。讲咩啊？讲咩？其实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好，对不起阿俊，没事的，只不过我觉得比你们了，我好拿肤浅，你知不知道？不嬲，就自交聪明，自交开通系我噶嘛。原来我成世都系戇鳩鳩啊！戇鳩鳩啊！行路上廣州啊！俊啊，過嚟帶你去見翻一個人啊！邊個啊？大靚哥，大靚哥啊！熊仔啊，哎，冇鎖門噶。哦。大領哥。認唔認得佢啊？俊。青頭俊。仲青咩鬼頭啊？刮曬頭啦！到你呢上頭添啊，大領哥。我唔見啊！慢慢嚟，慢慢嚟，慢慢嚟。坐得你緊，多謝。坐。唔大力熬佢啊嘛。坐得。嚟。係啊，介紹朋友你識，佢係阿邦。Hi， 大領哥，我叫阿邦，新加坡人，阿靜係我老公。誒，我哋嗰陣時嗰個同學，
阿正個老公，佢哋兩個喺英國結咗婚啦，嗰只啊，哎呀，成世咁鹹濕嘅，咩濕啫，正正經經嘅咯，靚仔啊，哎呀，真係好靚仔啊，啊，哎呀，抽水啦，又抽水，你抽夠水未啊？到我啦，好啦，抽埋嚟啦，哎呦，你唔爭嘴，紅仔，嚟啦嚟啦嚟啦，放落嚟啦，喂喂，我哋玩咁樣。嚟飲茶飲茶，哦，多謝。喂，嗱，咸豐年嘅相嚇，嗱，唔好笑我嚇。哦，嗱，哇，你睇下，好珍貴喎呢啲，有簽名添嘅喎。哟，跟住嗱，你識唔識呢個係邊個啊？不知道啊。呢個就係我媽都中意嘅紅線女，一代名花。哎呀，你咪鬼笑人哋啦！人哋後生啊嘛，呢張咧就係當年阿女姐咧嚟睇我哋學校做粵劇嘅時候，完咗之後同我影嘅，哇，開心到我啊！仲有啊，仲有啊，嘉玲哥，你也太美了吧！一代名花是你啊！啊，你咁後生就口甜舌滑嚇！喂，嘉玲哥啊，嗰陣時咧，你咪有個箱裝住好多好靚嘅戲服嘅喺邊啊？我啲衣箱係嘛？幾廿年嘅賣得嘅賣啦。哎，大林哥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喎。係噶，佢真係個大好人。可惜個天對佢唔公平。他跟你一樣嘛，跨性。我諗佢連呢個名點解佢都唔知啊！我有個想法。咩啊？乜嘢啊？咩啫？你哋兩個真係，哇！咁大陣仗，哇！你兩個唔好揾我嚟教飛喎嚇！大明哥，我咪要把你變成你嘅男人心中的 darling。2018現代版霍小玉即將登場 ，Coming soon to this theatre， 係咪好面正咧，大林哥？哎呀，成世人都咁爛口嘅你啊！你啱面啊嘛，大林哥。Close your eyes， 30分鐘後，全世界就會看到一個真正的角色佳人。
想不想试一试？哇！人一世物一世，试试咯。得喎，男嘅睇见车骑，女嘅飞艇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
點知讓開睇車，讓開讓開，睇車睇車睇車，讓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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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嚟車車車車車車，你等我等我等嚟嚟嚟，睇住個頭睇住個頭，你抖佢埋，睇佢腳啊，睇實小心小心，嚟司機唔該，快嚟醫院快快，大佬仲上車上車，大佬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这样子提议的，都怪我太任性了。唔关你事嘅，话是话，其实大令哥今晚佢真系好开心，我都好想好似佢咁笑住走。覆佢啦！你咁样真系折磨佢啫。而家系佢折磨紧我，我连我点面对佢我都未知啊！我睇唔到有咩咁大件事喎，着女人衫啫嘛。咁如果佢话俾我听佢系 gay 嘅，咁我点算啊？着女人衫同 gay 好似两回事嚟噶，更何况除咗 gay 之外，其实仲有好多可能性噶。我唔该你唔好搞件事越嚟越复杂啦，好唔好啊？直嘅人都可以有逆复辟噶。再唔係咪變性咯？有幾出奇啫！我就係知道你頭先講嘅任何一樣嘢，如果俾我媽知道咗，佢都肯定會癲。我頭家就咁就冧噶啦！所以你就連解釋嘅機會都唔俾佢啊？係，我唔想知道，唔好俾我知道。當初邊個 Facebook 轉彩虹頭像啊？哼，原來其他人搞基逆服變性乜都得，但發生在自己身上就點都唔得。你唔好逼我啦！看錯你啊，佟立賢。喂，走啊！嚇！大家翻去休息一下先啦。醫院啲手續我聽日翻嚟搞埋佢。啊？行啦，大雄。冇咁啦，大人大姐，行啦，我翻唔到屋企。咩啊？係，你咁嘅身世，嚟去我屋企換個衣裳，沖個涼先走。我撞到立賢。咁佢見唔見到你啊？成日。大雄 ，I'm sorry。我翻嚟啊！系咪立言啊？翻嚟都唔开灯嘅，哇！鬼啊！大雄啊！大雄啊！大雄啊！爹哋，翻入房。系咯，翻入房瞓先啦。我同妈咪倾啲嘢。安怡。你做乜嘢啊？我同你倾，唔使讲啦，我知啊，我唔会知，你唔会知，坐低。
安兒，早幾日。好攰啊！你坐低聽我講啊！我想聽啊！聽我講，前幾日問咗我個問題嘅，我今日可以答你。我唔想聽啊！我好奇啫。我今日一定要講俾你聽。冇講啊！講咗就冇下轉噶啦。安兒，我想做女人。其實我真係一個女人嚟嘅。由細到大，我都好想做一個女人，知嗎？你有病啦！聽日同你睇醫生啦。唔係。瞓覺啦，瞓醒覺就冇事。你聽我講。唔好講啦，我冇病啊！唔好講啦。冇病啊！今日化咗呢個妝，食咗呢套衫，我覺得好實在啊！呢幾十年嚟，我淨喺度壓緊你，壓緊對仔女，壓緊全世界，你知道嗎？你記得我哋初初結婚嗰陣，我成日詐醒，我仲呃你，我話我有睡眠窒息症。其實我晚晚發惡夢，我到今時今日仲發緊惡夢，我過得好辛苦啊，安兒。我都好辛苦啊！我係你老婆嚟㗎，都幾十年啦，你以為我會唔知咩？我唔可以就咁樣將就過咗去，我求下你啦，唔好咁樣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唔好咁樣對我。唔係咁㗎。唔好咁樣。唔係咁㗎。我要變性，我要做手術。你俾我啦！我求下你啦，安兒，我嚟啦，對唔住，你驚自己？你想做女人係咪啊？係。你咁啊？一手唔理做女人啦，意思攞我翻嚟一杯下你啦，我冇啊，求下你啦，你唔好咁樣對我啦，係咁啊，唔好咁樣啦。聽我講啦，我要做一個百分百嘅女人，我要同你離婚，我要過我自己新生活啊！你嘅生活，咁我嘅生活點啊？你有冇自私啲啊？我嘅生活點啊？對唔住，安兒。我唔要錢啊！你叫我點行出去啊？我點見你街坊啊？我點人發車團啊？我乜嘢唔得啊？冇啊！對唔住。啊！唔通我發車團，我老婆係咪啊？係咪啊？啊！你係咪要離婚啊？你係咪要離婚啊？唔好啊！俾翻我！俾翻我啊！俾翻我啊！我死都唔會同你離婚啊！
种黑色变了样，不喜欢它的色相，想改变方向。当灰色太异常，哪个会懂欣赏？别放逐外场，如若我变不同了，你可以不可以不取笑？而就算你不同意，也想你知。几重啊？七磅四，四点九出世，金牛座，你睇下。啊，咸片嚟喎，冇着衫喎。喂，唔准乱噏嘢。哎呀，好得意啊 ，B B。恭喜你先，饮杯啊！恭喜你荣升做婆婆啊！婆婆得唔得啊？快到老晒。系啦系啦，哎啦，嚟饮杯。喂，咁你几时去医院睇 B B？ 嗌埋我喎。不看了，我怕安怡看到我不开心，那些片都是冰儿发给我的。其实你连间铺都给了她的了。有时那些女人真的很恋恶搞的。喂，不要乱说话，我都是女人来的。Sorry。不过我都不会怪安怡的，我也没资格怪她。你好啊，我哋系锦福堂嘅，系支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，系，请支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，先生。系太太你好啊，唔好意思，想阻你少少时间，我系锦福堂嘅义工啊，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，就系要维护我哋中国人嘅传统家庭价值，嚟过嚟呢边啦。嗱，你有冇发现咧？而家时下嘅年轻人咧，就好容易俾社会上嘅一啲歪风咧，令到佢哋又偏激啦，又反叛啦，仲要唔男女咁啊，咁所以咧，为咗我哋嘅下一代，太太。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哋簽個名咧。呢度得噶啦，嗱，我哋有寫嘅，支持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或者我哋下一代簽個名。唔好意思，簽個名啫喎，太太。Her name is Tracey. Won't you walk away from me?世界大同样逼真，我却在期待对等，似愿旧，期盼找到真正彩色的一片天，接受重生。今夜都唔瞓嘅。哦，瞓啦。媽咪。
我同你飲啊。我第一次同你飲酒。哇，好近喎。For the show, congratulations.每次做完呢啲表演咧，你成功咁走咗之後，就會好孤獨。我俾咗張飛爹哋啊，你知唔知佢有冇嚟睇？佢點啊？佢幾好啊，不過佢可能要等一年。我唔想知。媽咪啊，去睇玩啫，玩完攰就會翻嚟噶啦。我喺度等佢。爹哋佢唔係貪玩，你亦都唔會等到佢翻嚟。到佢身份證變咗做女人之後，你哋張結婚證書都會失效。佢翻唔翻嚟同我等唔等佢根本係兩樣嘢嚟嘅。係咪覺得我老啦，追唔到潮流？我只係想做一個普普通通嘅師奶啫。點解要咁樣逼我啊？點解要咁樣逼我？媽咪，我以後應承你啊！我唔會再對住你博嘴博舌，我唔會喺你面前講粗口，我唔染髮，唔吸毒，唔懟草，我唔溝女，唔打飛機，愛都唔做啦，我淨係好乖咁。干咗佢！啱啊，好近啊！这张拍的真好。
跟你赌出来。同太雄，再见啊！我们都为今天的你感到骄傲。谢谢。陶小姐，我哋而家要清场啦。唔该晒，肚唔肚饿啊？嗯，带你食好嘢。随便坐啊。哎呀，嗰双鞋真系好悭着嘅。Sorry, no comment。知唔知啊？我初初学着高踭鞋嗰阵，一日咬几次柴。你唔知咩叫咬柴？不知道，是你烧火的柴吗？广东话咧就好绝核嘅，柴即系男人嗰度啊，啲人成日话黑人黑柴黑柴，废人咪废柴废柴咯。OK， 哎呀，好鬼冤！哎，你怎么放两根柴在这里啊？喂呀，俾翻我，俾我啊！好啦，谁？算啦，既然俾你见到，讲俾你听。其实医生而家话咧，我而家每一日都要撑下个口。如果唔係個口好易生翻埋，會唔會痛啊？而家好多咯，比以前做手術嗰陣仲痛。那咁有兩根柴啊？醫生問我腰大定腰細 ，and 我同佢講我大小通吃。现在打我！喂，其实咧，我依家有阵时仲会有啲硬咗感觉。咁但系如果用手去摸自己嗰阵，我就会发觉。我已经是一个女人。那当你有这个硬的感觉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困扰吗？冇啊。如果比着以前呢，我就好尴尬啦。而家反为有一种好奇妙的感觉，因为医生话叫我每日要同身体沟通。要学识点样爱佢，叫啊 ，nice， yeah， it sounds wonderful。你现在是男人的感觉，还是女人的感觉？女人。你真的 sure？ I'm sure。I'm sure 他也会这么做。
你呢？小心我撞阿媽。俾我摸多一次啦。仔又好，女又好，都是我生的。唔好喊，唔好喊。阿妈知道你辛苦了好耐，冇人可以怪你的。正如好似你阿爸讲，做人。过得自己过得人啊嘛，是啦，妈。妈，我而家唔系叫大雄啦，叫乜嘢啊？我用咗你个名，我叫翠丝。妈同你去行啊，小心啊！妈，其实点解你有个咁时髦嘅名嘅？哦，你公公就有两个老婆嘅，我亲生阿妈咧就叫翠婷，细妈就叫佩斯，我最大，你阿公就唔中意女，重男轻女，所以咪求其喺两个老婆度拣一个字做我个名咯。咦，丹尼以为你咁前卫，改个英文名添。